说话。你好。你是？我爸出去进货去了。啊，你的闺女啊？嗯呢。那啥，你给我拿盒烟，给我拿盒，哎，别了，给我拿盒花吧。还有点别的不？我再看看，我拿两瓶水啥的。行。给我拿瓶可乐吧。你喝这个吧。那，这上来就推销啊？没有，这个好喝。好喝，你喝过呀？没有啊。你没喝你没喝过，你说好喝，你试试，好喝你试试。那不好喝咋整啊？不好喝你找我退。找你退啊？找我爸爸。还有别的不？再给我拿点槟榔吧。行，这个吧，这个好。你都不问我吃啥呀？这个卖的可好了，没看就剩一袋了吧？多少钱？这不有价吗？不，我说一共多少钱？88。那不行，你凑整呗，88，你凑100块钱的。我凑12块钱呢。你买个泡泡糖也是100了。啥泡泡糖？你给我拿一个吧。行。对呀、啊。对了。真对呀、啊，你别算错了。不能，自个家买卖能赔本干吗？你爸要有你这么闺女，他真挺幸福。那肯定的呀。你给我拿兜啊。啊。你自己家你找不着兜啊？我这不理不丁来吧？你拉倒吧，你别找了，我拿手拿吧。就这个吧。我一共三样东西，你给我拿这么大兜？没找着小的，先大的使吧。这个。哎、你这你这啥玩意儿？这出门我好逃难的，没有小的。没找着。你拉倒吧，我就走了。再来，我哥。下回我凑整了，我再凑100的呗。你要想凑也行。